这成熟的样子啊，谢谢大家，谢谢老师给我提词，谢谢你。我本来背的很好的，你要让我用那个唱，我肯定能，没问题。来下一个，还有吗？老师，我要给你那个暗号的破绽出来。哦，我请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号没给？我错。没关系，你来，你想折磨我，你尽管来。DL DL 是什么东西？ DL XD 这是什么？我们现在你有什么那个什么吗？你说的是那个英文字母是吧？对，你等会儿啊， DL DL 是吧？ DL XD D 斗罗大陆吗？对啊，啊，斗罗兄弟，斗罗兄弟，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 YYDS， YYDS， YY， 永远单身，永远的兄弟，永远的神，永远的神，剪下啊，能剪吗？直播出去了是吧？好了，那就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啊，今天因为入职了嘛，这个怪紧张的，这个、压力很大。那下一个呢？你没有再忘东西吧？来，好，你超级喜欢我就给你签呀。你都可不可以出法？喜欢你的什么什么法？什么法师？法律的法，师傅的师，出法师，要求有点高哦。等等，法师，我把你要到了，那太开心啊！你别动，我一会儿去。两位牛法师。好。我们后面的是拆那个盲盒，就是有三个。拆盲盒是吧？这个盲盒我一直其实特别期待什么，你知道吗？我特别期待。就是特别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染过一个那样的黄色的头发，你知道吗？我一直想戴个假发，这是我的，或者是染成一个那样的颜色。染就也不行是吧？不太好。但我戴个假发，因为这是塑造角色，它又不是我为了这个好看或者我染，因为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真的是很帅。这里边有没有假发？就是今天有的啊，你可以这个是斗罗兄弟团我专门准备的是吧？衣服我是衣服是穿过了啊，然后呢歌也唱过了，对蛋白这角色特喜欢，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心愿就是能给我弄个那个颜色的头发，我觉得太帅了，是不是啊？那你这样吧，你提个事儿呗，哪个事儿啊？刚上看嘛，还黑了吧？都可以晒是吧？哦，哎，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我就这个中间的。暗示的已经很明显。哇，这就是那个在舞台里。叫蛋白假发，对，就感觉今天跟卖假发的似的。这就是确定是角色的假发吗？我怎么感觉像啊？戴上去就像了。来，我试一下。是不是很像戴了一个帽子？鸡毛狮王是吗？这个很难给它套进去。这个他这个头发是在旁边吗？这样吗？你这样，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四位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互动。那想问问我们四位是第一次见面吗？好像之前你们是已经是早就认识，对不对？我前两天这个刚刚改革加上微信，对 对，但是他俩是第一回，我之前有见过，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对活动的时候，但是没打过招呼，确实是对。
那今天来到我们扫楼嘛，四位都是有在我们今天阅文进行扫楼的，所以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啊，就是阅文的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那种热情扑面而来，是确实非常热情啊！从那个那栋楼到这栋楼，咱们那个对一路走，然后一路都感受到了，就是这个也是热情，然后也是感觉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接不上来了。我觉得瑞文的工资真的发挺高的，真的，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发那个分发小礼品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工位上有那么落落一排那么高。跑马特游戏部的对吧？对，巨高哇！我当时这么可以的吗？这么有钱？嗯，确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来到我们阅文之后，看到现场很多粉丝很热烈。刚刚各位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手上其实拿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手幅，然后你们分别可以对手上的这个精心准备的手幅进行一个小小的点评，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念一下上面有写着什么样的字，要不然木子阳先来。我先来吗？我这个是天南海北不如空调搭床，好也不押韵。我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我平常比较爱睡觉，可能对，就比较的注意休息。对，嗯，好，那我们超超呢？我的这其实是个半句，我觉得我的这个是不仅要积极自主营业，后面呢？后面好像有你的照片，后面。多多营业，快乐无边。这应该是现场和直播间各位想要，就是我们超超可以多多营业，快乐无边，希望可以多多看到你营业。那我们的下一位，我这个是很会拍嘛，你也不赖，但是我这三张好像都是一个没有表情的状态，所以我感觉他是在讽刺我。应该是360度，无论说有没有表情都很帅。那我们的阿云嘎，一个成熟的斗罗兄弟。我都没太明白，没太明白到底 是我今天穿的比较成熟吗？是那后面这个写的是什么呢？勇敢，勇敢靠自己，勇敢靠自己。其实啊，这个勇敢靠自己玄机在这里，记不记得这一个表情包？哦、是因为阿云嘎之前这个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有一些小伙伴不知道为什么是勇敢靠自己呢？因为第一次那个什么嘛，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我了嘛，就所谓的火嘛。然后呢，看到自己的人形立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激动啊！我得靠一下那种。那种感觉还是，终于见到偶像了。对，感觉自己啊、哦，我，对对对，挺自豪的。嗯，确实，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勇敢靠自己的 GIF， 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喜欢嘛。这个不叫勇敢的靠自己，那这算什么呢？这不要脸的靠自己。但是靠上去也确实是比较开心的。就我们听到在外边就听到自己歌，也会跟人说，哎，这是我们唱的，对。嗯，听到之后觉得非常的亲切。那另外一个，其实刚刚天南海北不如空调。搭床其实是这一张照片，你们还记得吗？有人记得吗？现场有没有记得这张照片的？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我们上次去看小弟的时候，对他探班我横店，然后呢？剧组的时候，对，就让人说出了那个，就是无论去哪儿旅游的状态，好像都是这种状态，对，就只是换了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在床上躺着那种。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这样吧，出去旅游确实非常的累，但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景，尤其是现在有疫情嘛，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保证好自己的个人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可以多看看祖国的风光，大好风光。那其实大家手上的这个手幅会有一点小小的玄机，想要在这里让四位找一下这四个横幅的联动。有玄机，不是里面有玄机，大哥。玄机是可能是密室玩多了，抠一抠看看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四位联动需要找一找，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互动。是后面这句话吗？这四句话可能是需要用什么样的顺序来组合？那我这应该是头一句。哦，咱俩这是一句，不对，不仅要积极自主营业，还要时刻给拍照姿势。那还有两句话怎么连呢？那我跟嘎子哥是一个成熟的斗罗兄弟，当然躺平也要一起，什么意思？就是斗罗兄弟还要一起睡吗？好像应该。顺序不太对吧？危险发言了。一个成熟的斗罗兄弟，不仅还要当然。要不要来派出一位队长代表？我们把这句话这个完整的念出来。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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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么好的声音。
播音播音腔。行的来，第一次被夸，第一次被内卷了，脸红了，这第一次脸瞬间变红了。这阿云嘎夸完之后，立马开始觉得还不错。那我来呀，交给你。一个成熟的斗罗兄弟，不仅要积极自主营业，还要时刻对你的好，还要时刻给拍照姿势。当然。躺平，躺平也要一起。不管怎么搭，我都感觉我这一局很多余的样子。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躺平也要一起，也是很多小伙伴的一个梦想嘛。希望可以在努力过后，可以一起跟小伙伴一起躺平，比较快乐的、愉快的度过休假的生活也好，娱乐的生活。那我们这个小小的考验算是过关了。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是各位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毕业考核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个三个大佬在这边恭候多时，也是我们的院长。也是现场各位的领导啊，是不是你们的领导？所以老板在旁边看了很久了，院长想要干什么呢？需要跟大家来考核你们是否能够毕业，是否能够成功的拿到结业证书。所以说出席我们这一次庆典的领导有阅文集团副总裁杨晨总，欢迎欢迎杨晨总。欢迎欢迎，还有阅文集团总经理张庆晨，庆晨总，欢迎，很帅哦。还有一位是阅文集团游戏业务负责人石杰总，欢迎欢迎。刚刚石杰总这个在现场已经是获得了这个糖果对吧，下午茶的福利，所以感谢我们三位的出席，谢谢我们的三位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第一轮的挑战，四位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考核，考核的题目呢，虽然说我们的院长刚刚介绍过，但是题目并不是他们三个出，而是我们现场呢有考核官，他们将会为我们的四位提出问题，可能会有一点难哦。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考核官，让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想对 Wanners 那个提出今天的小小考核的。好。那一位蓝头发的小姐姐是不是很抢眼？又是你，小妹。又是你。又是你。啊，你可以说出你今天想要提的问题。今天对问题的问题是说出阅文集团任意一步 IP 的模式。哦。任意一步 IP， 这也太简单，要不然一人一个嘛，两步哦，可以。我如果说两步的话，有加分吗？你说十步会分一些股份给你。行啊，我尝试一下，我尝试一下，我尝试一下。你们别多说，万一人家问我呢？给嘎哥留点，留两步，留两步。那庆余年别说啊，我一会儿。没问题，《盗墓笔记》嗯。对。鬼吹灯。琅琊榜、斗罗大陆，对吧？哇，这太厉害了！一下说出了这么多部。不过，庆余年。哎。回答正确啊，这个是优秀毕业生该具备的重要的条件，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木子洋确实是一个这个有商业的。还有赘婿。哦，还有赘婿。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很多，比如说扶摇皇后啊之类的，确实是非常多。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交给主持人。好，这个 Q 的非常好，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阿云嘎了。哎，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考核官，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小姐姐。我最喜欢蛋白，就是蛋白，就是北京话说它蛋木白，就是蛋白啊，对，蛋木白，对，蛋木白，哎，就这个可以吗？过关吗？可以吗？最喜欢的蛋木白。蛋白啊，还不满意是吗？除此之外，我就喜欢他，他就喜欢他，中医，这是一个非常专一的老师，确实，可能对于一个游戏的人物也好、角色也好的专一，也会能够提升他的技能的准确度，包括各种使用的流畅感。那相信大家如果听到之后呢，如果想要跟我们的阿云嘎 get 同款的角色的话，也赶紧下载我们的这个《斗罗大陆》，一起来进行我们的手游的一个体验。接下来呢，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已经到了。那接下来的第二项挑战，其实还是我觉得不算难的，因为下面的挑战是用普通话朗诵出象征史莱克学院精神的歌曲《不抛弃不放弃》，以及杰出校友戴沐白和奥斯卡角色曲《向宿命挥拳的人》和《食神》。所以是我们现场的四位都要进行朗诵，朗诵我们首先第一位，看看谁先来。哪个先来吧？我先来啊。行，
那我先来吧。嘎哥需要抽到的题目是向宿命挥拳的人。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你的词，对。那我不看了，我都背。不看了，直接背。哎，刚刚其实我听到了现场你有在唱哦。感觉被内卷了。内卷，内卷。怎么办？内卷。怎么办？你们是不是压力来到了这边？很标准。唱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把那个词要是说，我觉得挺困难的。那所以您想唱还是想说呢？那肯定得说吧，我觉得唱留给明天吧。好。等会儿啊，那个第一句怎么说来着？怎么弄来着？需要帮助吗？第一句，哎，他这个还有我想说的那段没有。我的爱，携手并肩绽放，世界一起丈量，为我们信仰去封疆。不惧邪阻挡，这一读起来我跟你说没有唱的好听。哎，那我觉得临时加一个小小的难度，可不可以安哥老师用另外一种语气或者另外一种感觉读那么两句呢？难吗？方言吧。我的爱，携手并肩绽放，世界一起丈量，为我们信仰去封疆，不惧邪阻挡。哇，这个是属于那个配音版的。对，有没有感觉到鸡皮疙瘩已经落了一地了？好，那接下来谁落了？谁落了？那他的那个特别我们下一位主持人会很棒的。下一位是给到是谁呢？我看看。月月声音这么好听。月月很想来试试是吧？月月跟穆子阳其实是同一个稿件，不抛弃不放弃。那问题就在于，如果是两个人同一个稿件，需要两个人用不同的风格或者语气 OK 吗？啊，好，来，内卷起来了，分声部来劲了，还越来越先练一练。独行的勇气，遥远的距离，都编织在青春的梦里。当我们重聚，疯狂被铭记，热泪盈眶的记忆，不抛弃不放弃。你这也没几个气泡音，不，开始的时候嘛，开始。那要不然你来个不同的。喂喂，不抛弃，把这个麦声音调大一点。对，调的是低频拉高，调一下。喂喂喂，独行的勇气，遥远的距离。都编织在青春的梦里。对不起，我们这恶心到你们了，恶心到你们了。对不起，不，挺好的，我反而觉得很亲切，跟我第一遍读的很像。好，那最后要给到是我们超超的食神。OK 吗？可以啊，可以，没问题。有北京人吗？嗯，都是跟他学的，跟你说，嘎哥，对啊，都跟他学的。待会儿蛋白啊。我觉得其实我那首歌啊，最让我觉得最酷的有一句是，哎，小爷我先天满活人里管他战斗戏还是辅助戏啊。哦，他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我也没听明白。我说小爷我先天满魂力，管他战斗戏还是辅助戏。哦，行，不错，哎，来鼓掌，来捧场捧场。好，那现在我们台上的四位都已经是完成了今天的挑战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环节了，也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的环节。因为我们四位呢也是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嘛，刚刚也是经过了很多轮的挑战。那接下来也是有请我们的四位先起立。哎，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这个颁奖的环节。换毕业证吗？啊，对，没错。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各位领导为我们的四位颁发结业证书。那首先第一位要颁发的是阿云嘎。好，来，你是史莱克学院七怪精神的传递者。来，有请我们的老板为阿云嘎颁发我们的结业证书。
命运为你张起了帆，你却不甘心静待风的到来，所以积蓄力量向宿命重拳出击。你是戴沐白，也是阿云嘎，他为你带来了风，也就此乘风破浪，而你也为他歌唱。以优秀学员的身份从学院毕业，前路漫长，也相信史莱克学院永远会为你感到骄傲。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我们的超超。超超，你是史莱克学院的小怪物，也是学院的守护者。来，因缘分相聚，也因信仰共生，生命以痛向你们发起挑战，而你们却报之以歌，不抛弃不放弃，就算回首一片狼藉，华丽的篇章也终将崛起，编织入青春的梦里。只要向前冲，就会继续的努力。你为奥斯卡高唱《食神》，感谢有你这样的优秀学员，谢谢。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另外的也是给到木子阳。哦，来给到子阳。我就不要这证书了，能发给我点股份吗？老师，子阳心心念念想要拿到股份。那同样的，月月也同样是拿到我们的结业证书。感谢你们用世界一起丈量野蛮的生长，为信仰封疆。恭喜你们在今天的毕业考核中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考验，以优秀的学员身份从学院毕业。前路漫长，请相信我们将会永远相信你们。那最后呢，有请我们的三位领导、我们的院长和四位优秀的毕业生一同合影留念。来，有请，请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大家也可以继续。院长站中间吧，来，没事没事。好，来来来，要不然我们插空站吧。领导站，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摄影师为我们的各位院长还有优秀的毕业学员一同合影留念。同时呢，我们现场和直播间的各位也将会有福利赠送出来，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福利礼包兑换码 AYGONER， 截图这一个兑换码，谢谢我们的三位领导。其实我们的四位优秀学员也为我们的三位领导呢也是准备了礼物，所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礼物拿到我们的这个四位优秀学员的手中。准备开了，非常用心的礼物。那个您帮我拿这个，那我让他们先给。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谢谢谢谢谢谢。好，趁着我们的各位优秀学员在给领导发放礼物的时间，大家也可以使用 iOS 设备的用户需要提前的前往《斗罗大陆》手游公众号游戏福利 iOS 礼包码兑换页面，进入兑换码的进行兑换。使用安卓设备的用户可以登录游戏，点击头像系统设置兑换 CD key 直接进行兑换。大家可以截图保留我们的兑换码 AYGONER。好，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份礼物，也确实是要有请我们的四位优秀学员给我们的领导送上的。哦，这是给学员的礼物。好的，有请我们的三位领导给我们四位优秀学员送上这一次叶文集团的礼物。我们送领导也行，都行。送领导，这是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这送来送去没完了，这都。这来一次不容易，多拿一点礼物回家。谢谢领导。哦，好，谢谢，要不行我把我的给你，谢谢。那最后的最后呢，也有请我们的四位优秀学员呢，签上一份你们的共同的海报，送给我们的阅文集团。好，来，也请工作人员稍事的帮我们各位优秀学员拿一下话筒和手上的东西。好的，现在我们各位优秀学员已经在我们的海报上签上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呢会送给我们三位院长。同时呢，今天我们的扫楼直播呢其实到这里也快要接近尾声了，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四位优秀学员阿云嘎和 Warner 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了这么多的福利和有趣的环节。好，那有请我们的三位院长来一起来到这个舞台的中央，我们把这一份珍贵的福利，哎，有请，我们一起站在中间，最后来一张大合影。好，大家也可以拿出手中的相机和
摄像机。来，三二一。既然在拍照的话，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毕业学员和领导，以及现场的各位粉丝，喊出我们的斗罗兄弟节的口号：无兄弟不斗罗。来，三二一。好，再一次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和我们的毕业生，谢谢，谢谢我们领导，我们的直播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再见，拜拜。有笔吗？